来看看韩国领袖能否打出一套革命无限武器，大雪百连。我们来看他能打多少连，六十连有没有？现在已经45了，46、47、51了，突破50。大表哥没有晕啊，晕了，完了，一套死，一击必杀，大表哥亲脚一条血，八连，十哥。帅不帅？帅的话，看到这里朋友啊，你感觉帅，打个帅。不得不承认，韩国明有这个阿修玩的非常的稳定性非常高啊。安迪来了，安迪还有一个顶点，你打我一套死，我得还你个一击必杀。哎呀，帅不帅？韩国名酒是男的，男的啊，男的。哟，欢迎我轮总回家，欢迎我年轮老铁来了，晚上好。欢迎龙武，晚上好，龙武。真想打温莎，不太好打呀。已经不是表象，表象还可以，但真相比表象差了一些了。性上来说，加油，小哥哥，现在落后4分呢。09在飞 ES 后点拳偷袭，完了，他多连了。他生气了，他现在刚才是生气了，不生气的话就连死了。大哥哥在做最后的抵抗，打出防破坏。哎呀，这个失误我没有做出啊。大哥哥刚才这个雷下是连招出现了个失误，看来没怎么练过。喂，皮卡丘。本杀机被破坏了，加油，叶天娜，大表哥，顶住啊！好，怎么拿起身的？就是清理逆向没拿捏住，瘦身又被对方头罩，怎么感觉明酒怎么打都没有啊？你看，再想要往回追就很困难了，困难了。八沈南来战。大哥哥说：“这个发神怎么突然变得这么慢呢？都多动作。”没打击，没打到，八神这个雀反也失误了。大表哥，你们干什么呀，老铁？好，这波百合得命中，接八尊女，还有一个鬼灯，鬼灯输出之后，对方应该还能剩一口血。
一百血，给他一个三气，把闪一定顶住，好的。